你们两个小伙子听好了啊，为了消耗你们的运动量，接下来我们将进行一场拔河比赛，规则是回合制，谁先松口谁就输，一共三个回合，赢了的就奖励一块肉，听懂没有？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比赛。 Round 1 来，谁咬住，别自己咬住了，咬住吧，开始拔，加油，谁先松口谁就输了啊！加油！好，谁输了？Round 2，再来一个回合啊！再来一个回合，对，好，开始。加油！谁又输了？好了，谁已经输了？你已经松口了，对。Round 3，第三回合开始啊！第三回合开始。结束了，终止战斗。刚刚的比赛你们也看到了，是叶子获胜，来奖励一块肉。十一，你有参与奖半块啊。妹妹也奖励半块吧。